刚刚大家都听到，这个风一直没办法听到大家注意听我讲话。下车了以后，那个志玲哥头发好像真的有点疯狂。其实长头发就是这种风的时候就会刮，哇，就是头发就会刮，也没办法，整理好的都已经多了。就不会明天突然出现的时候是黑人头，这样变着变。没关系，无所谓，只要看到我的脸就好了。曾经发生就比如说被杀的事情吧，被杀，很多啊，就是但是有比较好笑的，就是要去厕所的时候，有女生一直跟着你，我就进男厕所，对，他们以为我是女生嘛，我去女厕所，哎，就走男生的，或者是。那个在那个大卖场，有一种在大卖场，然后在那边选那个香肠还是什么，因为有那种羊肉做的香肠，那我们就说我们要买那个回去。我们两个都长头发，然后冬天我们又穿那个很厚的外套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选的时候，突然后面一直有人在讲话，一直说太太这样，然后。当然我们不会回头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在叫谁啊，太太，然后就一拍我们的肩膀，太太不回头啊，对不起，请你喝那个牛奶，就是他要试喝，就是要试喝那个牛奶，一直叫我们太太。在路让我觉得尴尬嘛，就觉得很糗。哎，尴不尴尬忘记了，就笑一笑啊。长头发其实是蛮麻烦的，对。那我其实我很想剪短，但我问我女儿说：“哎，我要剪好不好？”不要剪啦，你剪干什么？那可能习惯从小看我长头发。但如果可以选择，大概想要剪到什么长度？耳朵就上面嘛，就跟男就是一般的那种。上哦，啊，好短哦，啊，就短一点嘛。多久啊？比较喜欢。没有问过他呢，那他也可能习惯我们这样子有头发。可以，也许。应该是会越剪，应该会越来越短吧。那长头发很麻烦。那会明年就是新气象。哦，明年太快了。明年太快。再晚一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水。这也是 Raw 第一次参加户外的 party， 我们将会为当天特别准备神秘的餐点。11月7号，台北101水舞广场见。